这个跑了40公里哈，终于到咱们这个永康饭店了啊。吃包子啊。啊，跟咱这个永康饭店老板娘合个影。好好好。这个灯不亮哈，就是不发电了。其实我俩对他也抱有一丝的希望哈，但是修一下那个换一个那一组东西要100多块钱，换一次如果再烧掉的话就更不划算了，还是把它放到车最里边吧，重新规划整理，把我那个车整得利索一点。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。造了两袋垃圾哈，等一下找个垃圾桶把它丢掉，出发吧。靠边停，发现了个公共厕所啊。这地方叫尹庄村，得劲儿了吧？得劲儿啊。现在距离这个目的地西双版纳还有2700公里，从老家出来了，目前行驶了210公里，到我们前面这个小目标永康饭店还有38公里，现在10:38，我们接着赶路，中午不耽误在那边吃饭。这边这路修了刷挂的了哈，不能不能，还是不能这路。
这个是这个请进来了早餐跟午餐一块吃了。2月2日去永康饭店吧。这个2月2日了啊，过了都过迷糊了。现在走的是尉氏县建设中路。距离这个目的地啊还有25公里，11点多就到了。今天这个行程还是很好的啊，主要是昨天晚上这个电车充满电了，现在下了1格电。现在还有17公里，很快的啊，即将到达。这个桥断了啊，得下来了，二强自己骑过去。二强兄弟呢，去加油站找厕所了啊，刚刚在那边上了，真的是懒人屎尿多哈、啊。还差个10多公里都撑不住了。这一看都是弄得劲儿了，走路神飘如烟啊！脸上湿的呲呲的。囊包了不你啊？哎呀！10公里马上到那个啥了。抓紧吧，饿回了。到不了目的地，这个车棚子都得蹲那零散。一路有点坎坷呀，真的。车棚主要也已经废了，这个车棚。已经出了很大的力了。啊。跑了几百公里了都。要上那个桥了啊，这是个双子河。拉那个一等慢行吧。嗯。好嘞，发车吧。我们连上去了吧。哟，范总。脖子拉着个兜。没事能上来了。上来了。哎呀，发电机别弄回喽。哟。呀，这不好走啊，这前面。怎么有人打击啊？下去了，这就。小心行驶啊。不中不中，我下来吧。你不是放下来那个。从旁边杆放下来。啊。慢点。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哇，这个河水怪清澈。这是第二个坡哈，哟，这变成河的了，你别说，这真大的坡都连上来了。好，咱上去吧。牛逼！这导航导到切地了，进来这。一路这啥路啊，你看啊，哎，急了拐弯的还是玩急了拐弯。现在进入这个长歌地界了啊，这边的车牌号都是豫 K， 还有800米到达这个永康饭店。这个跑了40公里哈、啊，终于到咱们这个永康饭店了啊。对。现在是12点钟，啊，正好吃饭时间啊，啥也别说了，走吧，点菜，抓紧点菜。这个是虾烩面的锅。一家弄一份骨头，一人弄一份面啊、嗯、这个不够吃了咱再点是吧，点、嗯、多了吃不了浪费是、嗯、这有这个绿豆汤吗，这是盐弄一碗热乎的不能，一人先弄完汤又要了个凉菜啊，这个筷子也非常的接地气哈、啊、很久没见到这样的用餐筷了啊，嗯，美得很。二强为吃这个大骨头做准备了啊，大蒜瓣开始裂大开了。
几天没刷牙了，消消肚，弄两个蒜吃着不恼。咱这个麻辣鲜香一级棒的大骨头上来了，这是两份56块，这二强俺来吃够了。哟，咱大味儿，这个盐味儿、麻味儿、辣味儿都到了。烂的了，麻味儿、麻味儿、辣味儿啥都鲜入味儿，是，口感很好。一口蒜，一口肉，得劲着呢。一人弄片面吃吃，够吃不？不够吃再加点菜啊！够了，够了。这块骨头裂了呗，吃吧吃吧。这面片是放到这个骨头汤里边搅拌搅拌，吃得香啊。吃饱饭，一人再弄碗汤一喝，没事了。哎呀，吃饱了啊！跟咱这个永康饭店老板娘合个影。好，味道做的非常棒啊！好，走，出发，接着赶路，找个地方去充充电。我拿了这个火机，我还是不拿。不拿。现在我们接着往这个东南方向跑，下一个目的地呢就是咱们这个许昌的胖东来超市。电车没电了啊，我下来它就跑得很快，到前面找地方吧，充充电。许昌五彩大地，沿许县。这个总算找到充电的地方啊，到这个旅游景点，这个给这个大姐说了一下啊，电池插上充充电。现在的位置是这个唐运生态旅游区啊，进这里边是门票是30，充个差不多呢。下午呢，我跟二强我们跑个30多公里，再去这个胖东来超市。对，胖东来超市，去那里边这个买点东西看一看哈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的话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见。